舒缓强韧自保，舒缓安抚水，呵护小碗，呵护你。老中医化妆品邀请您收看腾讯视频老中医。在哪儿了？堵得慌。哎，喂，那个姓翁的。哎，这事我越想越不对劲呢。怎么不对劲了？这孩子七岁，哎，服用朱砂一分，药量没有问题啊，怎么会突然中毒死了呢？哎，对劲不对劲的，进去的也进去了，死的也死了，您为这个操啥心呢？就是因为进去了，我这心里才慌啊。哎呀，你想啊，监狱是什么地方？命如草芥呀。哎呀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哎，这回闹不好真是要了翁全海的命啊。能吗？怎么不能了？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看他一百个都不顺眼，这回怎么又我操起他的心呢？爸，大头啊，我也是黄啊。天冷。哎，小普啊，师傅，咱们先不去诊所了，你先带我去那个孩子家看一看。啊，师傅，您去他们家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人家孩子死了，大人肯定很难过啊，我去看望看望啊。哎，怎么？师傅，您彻底把我搞糊涂了。你有什么糊涂的？为医者要心善，看到病要治病，听到病也要治病啊。嗯，这叫医德医道。走啊。啊，走。哎，对了，你好像去过那个孩子家里啊。啊，去过。那他家里的大人一定认得你啊。认得，那肯定认得。这样一会儿你把脸遮一下啊，别让他们认出来。好，走来。哦，小姐，吃饭了。小姐，该吃饭了。你先吃吧。小姐，这上海中医学会都说咱翁大夫用药没毛病，那这祸事儿就落不到他身上了，您啊也就不要操心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可那孩子到底是死了，而且还是中毒死的，他中的毒正是翁大夫用的药。人活着怎么都好说，可这人死了往往就说不清了。可法官会依法判案，不会冤枉好人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可我这心就是七上八下的，怎么都不落底。小姐，这官司呀不一定要打多久呢，这饭咱总得吃吧，您啊得注意身子。好，吃饭。哎，哎，师傅，就是这件。好，哎，把帽子戴着。对对对，敲门。我不敢敲门。哦，是唐先生吧？你是谁啊？哦，我是个大夫，听说你儿子不幸早逝，特来探望一下。你看我干什么？唐先生，孩子走了，做父母的
肯定是剜心割肉啊，心里不好受。哎，我抓了一点舒心解郁的药，吃了一定有好处的。小普，药。哎，你来了。您忙呢啊，有空我再来。啊，您慢走啊。啊，唐先生，可否进屋一叙啊？请啊，小普。哎，请坐啊。小普啊，哎，师傅，你去陪孩子妈妈一起煎药吧。不用麻烦，我们自己来就行了。啊，煎药讲究多，让我的徒弟告诉你一下如何煎药。啊，那谢谢大夫啊。来来来，这个。我给您倒了热水喝。啊，我不渴，坐一会儿就走。你也坐吧。唐先生。我今天给你带的几副药，里边好东西很多呀，你一定要按时服用啊。好，那个，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呢，叫我卢大夫就好了。卢大夫，哎，唐先生，我听说你儿子是中毒身亡，可惜可叹呀。我也没想到，你说这翁泉海，这么大名气的大夫。他居然把我儿子给毒死了！我要是不告倒他，啊，不把他关进这大牢里边，你说他得仗着他是虚名，骗多少人？哎，这翁泉海说你的儿子这病不能治了，你就没有再找找其他的大夫啊？我本来是想找来着，哦，可是我回去这么一想，这翁泉海已经是最有名的大夫了，他都说没办法，你说？找别的大夫还能怎么着？哦，哎呀，我看你这个家日子过得也很紧呐。哎，是不是怕花诊金呐？不，卢大夫，这是我儿子的命，就把房子我卖了，我都不心疼，真的。嗯，既然你不在乎钱，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多找几个大夫看看呢？大夫是没找，但不是说就没找别的门路，啊？那你找了什么门路？还能找啥？求求江湖人。江湖人？这都是没招的招了，千万里面搭进去不少，结果也没落得好。要怪，就怪儿子的命吧，怪他没福气。唐先生。您说那江湖人是个画符的吗？是。那您是什么时候请的那个江湖人呢？就是孩子临走的那天晚上。那孩子临走前喝药吗？喝了。这你说要是不喝药，那我儿死不了。唐先生，小普啊，啊，药煎上了没有？哦，师傅，煎上了。啊，那就好，唐先生。那我们就告辞了，你节哀吧。再坐会儿吧。啊，不了，我们还有事。小普啊，我刚才聊正事，哎，你在旁边一插嘴，一句话，把人眼泪都给弄出来。以后师父谈正事的时候，徒弟不要乱插嘴，啊，还有没有规矩？哎，我同你讲话呢。师傅，一分朱砂肯定不会让人中毒要命吧？当然不会了。那您就没想过那孩子是为什么因为朱砂中毒要命？怎么没想过呀？哎，一分朱砂肯定不会要人命的，可那孩子毕竟是因为朱砂中毒而亡，事实很清楚啊。师傅，那您说这会不会跟那个江湖术士有关系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当年走江湖的时候，见过这些江湖术士的能耐，他们就是靠写符烧符来驱邪驱病的。这符上的咒语一般都是用朱砂写的。是，
就算用朱砂写的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哎呦，师傅，他们写完了把这符烧掉，好多人就会就着水把这符灰给喝了。哎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刚才刚想问，您没让我问啊。朱砂最忌火断了，《本草经书》上说，凡经火及其一切烹炼，其毒则等同披露，服之必毙。服之必毙。哎，哎，不是，师傅，等会儿我。哎，师傅，你跑得快点。那符上确实写的是红字，我把它烧成灰，就给孩子喝了。哎，你知道那红字是用什么写的吗？那我没问。是不是用朱砂写的？啊，朱唐先生，你还能找到那个江湖人吗？能，但是您能确认那字确实是用朱砂写的吗？走，找到他一问便知啊！啊！你是说那孩子是吃了用朱砂写的符死的？是啊，哎。那个江湖术士亲口跟我说的呀，哎，说是他用朱砂写的符啊，我就说嘛，一分朱砂怎么能毒死人呢？现在怎么样？真相大白了。那他爹妈怎么说呀？还能怎么说？事实已经摆在这里了，水是水，沙是沙，得澄清了啊。当家的，我是越来越不明白了啊，你为翁全海跑来跑去的，到底图了个啥呀？你是不是想跟他拜把子？拜把子？我跟他拜什么把子啊？那你忙活啥呀？这事情不是明摆的是冤枉人的事吗？啊，我能不管吗？那还有人情味吗？哎呦，你干嘛？我觉得你长高了啊，当家的。没有啊，不是，我还是这么高啊。就知道喝闷酒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说什么？现在事情已经弄清楚了，不怪翁大夫，咱不能冤枉人啊！但咱已经冤枉了。那咱得赶紧去给他作证啊！咱可收了人家钱了，人家让咱们把他一告到底。再说了，你说要是没人家，咱二能走得这么厚实吧？那也不能窝着心思害人，他们给的钱不是还剩了点吗？咱先还回去，花了的钱咱们再想办法，就是借也得把这钱还干净。看看谁来了。哟，郭先生，先生来了。哎，借酒浇愁，愁更愁。是，在身边。今天家里来客人了。啊，来了个好心的大夫，给拿了几副药。大夫叫什么名？说是姓卢，叫什么名没问。那你真是碰上好人了。你也是好人。我是某人啊，本来就是菩萨心肠。是，见不得兄弟遭罪。好人做到底。拿着。不是，这那个这钱啊，我们不能再收了。客气什么？拿着。先生，这钱我们肯定不能再要了，而且您之前送来的那些钱啊，我俩都会如数还您。对，唐先生啊，您这话我可听不懂啊。先生，既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，就不要再冤枉翁全海、翁大夫了吧。是呀，
我们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常先生，你是真糊涂啊！这眼下这孩子已经死了，可你们两口子总得过日子吧？你看你们这个家穷的，所以呢，我说只要你们能把这案子追究到底，等了了这官司啊，我会给你们足够的钱。石先生，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但是我们不能光想把自己日子过好，让人家受委屈，白白的去遭罪，这是会遭报应的。你也是个男人，男人做事优柔寡断必有后患，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你还有回头路？可是是你去公安局录了口供，翁全海才会被抓进去的，还打上了官司。你现在要是改了口，那你就是犯了诬告陷害的罪，法院能答应你？我们还还你们这是要摊上官司的，知道摊上官司是什么后果吧？就这个罪名，法院可以判你个10年8年，你们夫妻两个连个面都见不着。不是，那可真是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啊！这我们怎么还这么大罪过了呢？是啊，我们没干什么呀，我们。好了好了，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。何去何从，你们自己掂量，是走阳光大道，还是钻进那个臭水沟里，可得琢磨清楚了。李佳琪，谢谢。哎，喝水。叶小姐，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帮个忙。你也知道全海摊上官司了，一审判了3年，我绝不相信他会用药失误，这里面一定有隐情。你是有门路的人，我想求你帮帮他。翁大哥对我是有救命之恩的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会想办法护着他，不会让他被去含冤的。您是律师先生吧？是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您就是赵敏堂赵大夫？是是是，正是赵敏。来，请坐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坐。哎，律师先生，今天请你过来，我是有一件大事要讲。哦，您请说。翁全海，翁大夫是被冤枉的。哎，你这是诬陷，是犯罪啊！我又去问了那个江湖人，他说那天晚上他用的不是朱砂，是精墨。你不说字是红色的吗？但那天屋里黑乎乎的，可能是我没看清楚吧。唐先生，你背负丧子之痛，我非常理解，也非常同情，可不能昧着良心陷害无辜之人呐！哎，我没昧着良心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赵大夫，您讲的这些都是真的吗？哎，亲眼所见，亲耳所听，哎，千真万确。那您有人证和物证吗？哎呦，你让我去哪里找物证啊？再说了，他们也不会亲口承认呢。没有人证和物证，即便上诉，这场官司我们也打不赢。赵大夫，有个问题不知当问不当问呢。哦，请问啊，您和翁大夫是朋友？都是大夫嘛，同行，一个行当。我看您对他的事情那么上心，你俩一定是好交情啊。律师先生啊，你千万不要同翁大夫还有他的家人讲我和你私底下见过面。明白明白。这官司发回重审了啊？为什么重审？
算是他们发现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了。不行不行，孩子他爸，我看这事儿瞒不住了，要不咱还是提前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吧？啊，交代了就得坐牢。那咱自己交代，总比让别人逼着交代强吧？咱们让好人背黑锅。就算咱以后这日子过安稳了，你说你这心里能过得去吗？咱不得难受一辈子啊！孩子的爸，咱不能这样，这会有报应的。啊！这委屈的活着，还不如死了呢。行，咱把这尸体都交代出去。可恨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，你们以为说了实话，翁前海就会掉过脸来替你们开脱罪责？笑话！翁前海那一块响亮的大招牌立得多难，转眼之间被你们砸得稀巴烂，他都恨死你们了。唐先生，你醒醒吧！这条船你上来了可就下不去了，就算你非得往下跳，那也得呛你个半死。听我的，稳稳当当的坐你的船，我包你吃香的喝辣的，睡好觉，做好梦。人活一辈子图的不就是这个吗？我可以全给你。试问这天下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事情，你可得珍惜呀。一念之差，那可是生不如死啊。被告人翁全海涉嫌医疗事故一案现在开庭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，将此案发回本院重新审理，现在开始进行法庭调查。法官先生，据我了解，唐春生死亡当晚曾经有一个江湖术士去他家为他做法事，当场画符，符上是红色字，并将烧成灰的符让唐春生服下，所以我怀疑唐春生因朱砂中毒而死，很可能跟那个符上的红色字有关，那红色的字很可能是朱砂。请问你说的江湖术士在哪儿呢？法官先生，我们听说这件事后立刻派人去找这个江湖术士做调查，只可惜这个江湖术士已不知去向。证人不知去向即是无证。被告人，你还有其他新的证据吗？唐春生的父母也是见证人。法官先生，我们也找唐春生的父母做了调查，他们说唐春生死亡那晚他们的确找了江湖术士来做法事，不过江湖术士画符用的是精墨，是黑色字。法官先生，据我了解，唐春生的父母曾经说过那符上是红色字，后来又说成是黑色字，此案疑点重重，需要进一步调查。可就算那符上是红色字，也无法证明那就是朱砂。唐春生是服用朱砂过量中毒身亡，而被告人翁全海正是给唐春生开具朱砂的大夫。经过本院再次审理，本案一审判决无不当之处。法官先生，有证人要作证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法官先生，既然有新的证人愿意出庭作证，那就应该恢复法庭调查，请证人当庭作证。我宣判。有证人作证，不能宣判，否则王法不容，天理不容。法官先生，我再次请求，请证人当庭作证。宣证人。林策，
我哪敢做呀，叶小姐，您是名人，您能来我家，我也没啥好招待你的。谢谢，都是人，都有名有姓，坐吧。哎，我知道您心里难过，这也难怪，这样的事儿放在谁家，谁受得了啊？要是悲伤过度，往往头就跟着糊涂了，做出些心不甘情不愿的事儿，旁人都能理解。我还知道您家里困难，这样有什么难处您尽管说，我能帮忙的一定帮忙。没啥困难，没啥困难。对了，我看您爱人是个勤快人，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帮他介绍个富贵人家，帮着缝缝补补、洗洗涮涮，也能赚个好钱。你看，这油渍碰到醋，它就抢着往下掉，站不住了。大姐，我知道你心里苦，可再苦，这日子也得过呀。只要心里踏实，就能睡个好觉，睡个好觉呢，就能有劲儿，有劲儿就有盼头。你说，我说的在理吧？在理。证人，本案事实清楚，你不必多费口舌。我就问你，当天晚上那符上是红色字还是黑色字？那天晚上这符上是那天晚上，您当初找翁大夫给您儿子治病，一定是信得过他。他也原本想治好您儿子的病，可由于您儿子病得实在是太重，他是回天无术啊。可不管是您逼他的，还是他看不了您儿子受到病痛的折磨，到底是开了方子。其实翁大夫的心里都清楚，这治不好的病还给病人开药，这就是把自己往沟里推啊。可是这人就是这么一副倔脾气，他看不得人受到病痛之苦。就这一点来说，翁大夫医者仁心是好人啊。是。证人，你再不说话，请离开法庭。我说。法官先生，证人有些紧张，我请求休庭。请求无效。这个。有句老话，叫药香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做了亏心事，先不说自己心里熬不熬得住，其实旁人都看得清楚。人活在世上，不求念谁的好，但求不害人，这也是完满的人啊。否则你就是吃尽穿绝，天天被人指着脊梁骨，那还是人过的日子吗？岳小姐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懂，只是你怕摊上官司对吧？唐先生，只要你说出实情，我们一定保证您一家平安无事。孩儿爸，要不咱还是招了吧，要不这辈子都没法做人了。把证人带出法庭。法官，我走啊，走。你干嘛呢？是红字。师傅，师傅，爸，快快快，爸你回来！爸，你去哪了？怎么了？出门办事儿。爸，您怎么这一次走都没跟我俩说一声啊？嗨，走得急，没打招呼。怎么样，俩人都挺好啊？我们倒是挺好的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好啊，都好就好。师傅，师娘在厨房呢。
师傅，您要是累了，就先到里屋歇会儿吧。哼哼，坐着还累啊？哎呀，这子曰：“五十而知天命。”这话听着简单，哎，可遇到事情才知道，世事万变，很难拿捏。您说的是翁大夫的官司？很简单的事情啊，可是转来转去，到头来呢，还是仇家在背后作梗。哎呀，真是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的事情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哎，你这么想的，为什么不早说啊？您是师傅吗？这徒弟哪能说在师傅前面？行，看起来呀，你是有长进的，没白忙活。翁大夫来了。哎呦，这师傅，翁大夫来了。这儿啊，哎呀，疼死我了。哎呦，哎，郭大夫，你这是病了？头疼，身体不舒服，有什么事改日再说吧。啊，我就几句话，疼得厉害，一句都听不进去。我这趟来啊，我是想向你道谢。啊，我头啊，道谢？哎，道什么谢啊？来坐。啊，我都听说了。嗯，那张符呢，是你发现，它是用朱砂画的。我能够摆脱牢狱之灾，你有很大的功劳。啊，翁某无以为谢，只有牢记在心里，望日后有机会能够报答。哎，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？正巧碰上了，伸把手。我还听说了，你为了我的事儿啊，又是找那个孩子父母，又是找那个江湖术士。哦，跑前跑后费了不少心，赵大夫宅心仁厚，一干下蛋，翁某佩服。哎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不必再提了啊。还有事吗？就这些事儿。哦，哎，翁大夫，你我都是行医之人，又都是岐黄子孙，互相帮个忙那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哎，你本来就是被冤枉的，现在既然案子已经了了，那也就不必再挂怀了，只是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处处小心就是了。多谢提点。我知道你骨头架子结实，可骨头架子再结实，也扛不过上海滩的万丈风浪吧。滔滔黄浦江，十里洋场，其实你孟河可以比肩的。不要再折腾了，再这么折腾下去，哎，你连尸骨都找不到啊。翁大夫，你到上海滩的时日也不短了，也应该能够拿捏出一些味道了。挺着腰杆到处乱碰乱闯，那伤害的是自己。以后遇到事情要多打听多请教，凭自己的蛮力，嘿，早晚那会被呛个半死。呛个半死那还算好的，如果呛的连气都缓不过来，嘿嘿，到时候神仙都帮不了你的忙了。啊，怎么，我说的不在理啊？你说的句句在理，可是我打小就是这个秉性，恐怕改不了。也好，就算我没说，啊，还望日后多向你请教学习。翁大夫，我可教不了你这个大学生。你身体有恙，我呢就不多打扰了。啊，啊，小龙，送客，再见。哎呀，一难接一难，还不知悔改，早晚他得吃大亏。哎，你看什么呢？哎，看来你很崇拜他。啊，我，你要崇拜他呀，你就拜他为师好了。哎，不是，师傅，不是，师傅，师傅，那个，我想跟您说个事儿，有话就直说。其实我没去那孩子家说翁秋海用药不当的事儿。
你为什么没有说啊？您不是也觉得那么做不合适吗？要不然您干嘛在背后帮他呀？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呀？不是，您说的对的我听，您说的不对的我干嘛要听？徒弟不听师傅的话，就是跟师傅不是一条心。哎，这不是一条心，还能在一个屋子里头待啊？哎，您瞧您这话说的，我这不也是为了您着想吗？再说了，现在看来我做的没错啊。是，你做的是没错，哪儿都没错，都对，都好。可是我心里不舒服。行。收拾东西，走吧。有多远走多远，我这小诊所呀，装不下你这大神仙。师傅，您当真赶我走啊？走，晚走一步，我棒子伺候。不是，师傅，您先消消气儿，要不，要不干活去？你还干什么活啊？走，赶紧给我滚！不是，师傅，我知道您说的都是气话，我扎死你！师傅，您当真要赶我走？走，不要了，走，赶紧。那你把钱先还我。又是钱的事是吧？啊，高小普，你我师徒这么久，这些日子，你在我身上学的这些东西，还不值这点钱吗？那是两回事儿，那钱本来就是我的，是我留着给我娘买带窗房子用的。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。去做壶水，给我泡杯茶。你又不赶我走了？那不是你说的吗？都是气话，现在气消了，没事了啊。那你也把钱先还我吧，我娘都冻了一个冬了。他那老寒腿的病越来越重。哎，马上就开春了，天气越来越暖和了。师傅，您不会把我的钱都给弄没了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会弄没你的钱呢？啊？哎，我呀，现在不舒服，我回屋歇一会儿。干什么？你还没完没了了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你早就不想要我了。要不是因为钱的事，你早把我就赶出去了。行，今天这事儿必须要说清楚，我的钱到底在哪儿？你这就翻脸了？咱们师徒这几年一点师徒情谊都不讲啊？哦，我这几年可是掏心掏肺的教你啊。是，要说从医术上，我确实跟你学了不少，我感谢你。可从医德医道上，从做人上来讲，算了，不说了，把钱还我。我医德医道怎么了？我做人怎么了？你今天还真没跟我说清楚。那你就先把这钱的事跟我说清楚。你先说。我说了，你就能把钱给我了。来，说，我钱在哪儿？在我这儿呗。好，那我不想买房子了，把钱给我吧。哎，你今天非要不可呀？非要不可。拿完钱你就走人，一点师徒情谊都不讲了？不是，要不因为钱的事儿，你早把我赶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不赶你了，可以了吧？不赶我了啊？那你把钱还我。小普啊，其实啊，我这一直都是为你好啊。啊，我是希望你能够赚更多的钱，哎，所以呢，我就把钱借出去了，收三分的利。什么？你把我的钱借出去了？是，钱赚钱，对吧？钱你把我的钱借出去了，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？
我不是想等挣了大钱，我给你个惊喜吗？这钱借出去了就不是自己的了，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没了？不，真没了。也不是真没了，是因为借钱的那个人这几天找不到了。等过几天找到了，不就把钱都拿回来了吗？你的钱连本带利就都还给你了。哎，你不用怕，我的钱也借出去了。我不管你的钱借没借出去，我的钱是没了。这几年我摸爬滚打，我掏尽脑袋好不容易挣这点钱就被你给弄没了，你害死我了。你我小婆，这不一定啊，也许哪天找到了钱不就回来了吗？